这句话竟然有别的含义。请问到航天人说要不要来我家吃什么，其实代表着性暗示。 A 辣椒， B 烤肉， C 泡面。我的答案是泡面。是看过还是看过韩剧里面的桥段？你吃过泡面吗？在台湾吃过。他就没讲他在韩国吃泡面。你怎么那么聪明，他就强调是在台湾吃的。是新来的。新闻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